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0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各地的最高温在21度到25度之间，长春大到暴雨转多云，最高温21度，最低温17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8月23号10点2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零五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高分九号零五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向源分贝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搭载发射的多功能试验卫星由军事科学院负责研制，将在轨道通信、导航、遥感等新技术进行试验验证。天拓五号卫星由国防科技大学负责研制，将在轨对船舶、航空器、浮标及物联网等信息采集新技术进行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43次飞行。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产量占70%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的消息说，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丰收有基础。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晚稻栽插结束，秋粮面积已经落地。在主产区广西来宾采访时，记者发现，今年当地及时下达了中央稻谷生产者补贴、双季稻轮作试点等项目资金，同时提高了水稻政策性保险额度，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大户能在50亩以上就能补贴400块钱一亩。今年我又增加了500多亩，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要种好粮，保持增长增收。记者了解到，今年晚稻栽插最大的特点就是抗灾、抢进度、保面积。受洪涝影响，部分地区晚稻栽插受阻，进度偏慢。为此，各地加大力度落实晚稻面积，做到应插尽插，有效降低了洪涝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目前长势总体不错。其中东北地区秋粮已进入灌浆期，大部长势好于去年。黄淮海地区土壤伤情好，夏玉米长势普遍好于上年和常年。南方地区中晚稻除局部受洪涝影响生育期有所推迟外，大部分地区的长势总体正常，全国秋粮丰收有基础。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目前长势总体不错。不过受今年各种因素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农村存粮观望的现象。专家提醒说，粮食储存不当有可能带来新的浪费，也会让农民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国家相关部门也发起了农户科学储粮专项行动，减少丰收以后储备环节发生的浪费。一般来说，当年产出的粮食有几方面的去向，第一是规模以上的粮企收购，第二是农民自身留储，第三是小经纪人收购，第四是其他用途，包括留种、转化为饲料等。而今年各种因素也让很多农民有意存粮观望。就是农民啊，这个自己留粮的这个积极性啊增加了。但专家提醒，粮食储存不当有可能带来新的浪费，也会让农民承担不必要的损失。一方面，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16连丰，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今年夏粮载货丰收，粮食供应充足，没有必要过多存储。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产后浪费严重，在储粮环节，有些地方农户因为储粮方法落后造成的损失高达8%。着眼于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起农户科学储粮专项行动，目前共为26个省份农户建设标准化储粮装具892万套，结合部分地方扩建自建和农户自购等情况，全国建设总规模达到近1000万套，有效地减少了粮食产后损失。目前我们已经建设完成3000多个产后服务中心，以安徽省为例，目前已经为400万吨粮食提供了清理、干燥等服务，减少粮食损失10万吨以上。在全社会提倡光盘行动的时候，记者最近走访调查却发现浪费现象仍然存在。中午12点左右，记者走访了长春市几家小吃城，因为正是用餐时间，这里有不少来吃饭的市民。逛了一圈发现，大家基本能够按人头点餐，人均一份，基本做到光盘，但剩菜剩饭现象在个别餐桌上依然存在。这没吃了，好浪费呀、啊！剩那么多你不吃了？吃饱了，吃不下去了。午饭这个时间段，忙碌的还有清理剩菜的清洁工人。别看每人剩的不多，一中午下来浪费惊人。这忙了中午这一阵，这都是剩的呀。啊，这一天得倒多少桶啊？现在大垃圾桶，有时候2桶，不一定。晚上6点多，记者又来到一家自助餐，为了避免浪费，就餐前服务人员会向每桌客人收取保证金。加金二十。加二十是啥？浪费是吗？超时浪费，只要是有一盘我家肉。展台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食材，在多处醒目位置上都贴有提示标语，勤拿少取，避免浪费。大多数市民都能够根据提示适量取餐，还有部分市民看到样式多也会多拿些，但服务员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罚款，也有部分用餐者浪费归浪费，还出招应对他们。说冲说底下三个你，你要是发现也就说了，你要忙的时候发现不了你发整。光盘行动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还关系到餐桌文明，这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缩影。希望大家都能自觉抵制舌尖上的浪费，践行文明餐桌风尚。反对浪费，一餐一饭皆可节约。而网络上最近常见的大胃王、吃得多、吃得新奇等博观众眼球的吃播，与健康饮食、节约粮食的理念背道而驰。最近这些吃播就被有关部门相继叫停，并且采取删除、关闭账号等措施。别看这柠檬有点小，吃到嘴里它也管饱了。庆祝50万看我吃播的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吃这头烤888元烤乳猪。吃播这种形式最早在国外兴起，比如韩国、日本，很多自己吃饭或者处在节食减肥期的人，觉得看吃播是一种情绪上的陪伴和放松。看别人吃本无可厚非，美食博主在网上教大家做美食、品美食，也是丰富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随着主播越来越多，吃播经济竞争激烈，有的为了流量逐渐变了味儿。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一些大胃王一人一顿饭能吃掉10多个人的量。大胃王式吃播更大的问题在于对健康饮食概念的颠覆。近日网上爆料许多大胃王直播翻车的情况。沈阳30岁的王先生在半年的吃播经历里，体重从200斤飙升到了280斤。今年6月末，他在准备直播时出现了身体不适，送医后不治身亡。我们也看到已经造成这种恶性事件，那也造成了这种暴吃暴饮，那么这个呢，对自己的身体啊也是极其不负责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造成啊这个有限的食物资源极大的浪费。除了王先生这种极端案例，爆料内容中更多的是吃播博主们视频前光盘，背后却是奔向厕所催吐。本是分享美食，却变成了胡吃海塞，自伤身体的同时又浪费食物。用这样的吃播文化赚取流量，跟健康饮食和节约粮食等理念背道而驰。据统计，餐饮行业的浪费率平均为10%到20%。一家餐馆平均每天会倒掉50公斤剩饭菜。2019年，全国餐饮收入46721亿元，如果浪费率在10%，总额就会达到4600多亿元。
来关注常态化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22号0点到24点，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河北5例，天津2例，广东2例，陕西2例，福建1例。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8月22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8月22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8月22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近日，湖北省高校按照错峰分批、安全有序原则，组织大学生分批次返校。从22号起，武汉的大学开始迎来了首批返校学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胡苗苗打开封闭8个月之久的宿舍，迫不及待地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发在了宿舍的群里。特别的不容易，那么多人努力，才换来现在这正常的生活。据了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4个批次安排学生返校，其中2020级本科新生报到时间为9月13号。学校规定，学生入校后非必要不外出，确有必要外出的，需严格履行请假程序和外出审批，报备出行事由、路线和方式。在武汉大学，除了常态化防疫措施确保到位以外，学校还规定快递可以进校园，外卖暂时不能进学校。在武汉大学医学部的杏园食堂，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杏园食堂在开学前进行了重新改造，最少可以满足5000多学生同时进餐需求。食堂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40多个菜品，部分店铺提供宵夜到晚上11点，还可以校园内点餐送上门。除了丰富菜品，更让学生心动的是食堂优惠的价格，所有食品都是市场价打7折。你今天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呢？好像是10块左右吧，就是一碗粥，一份肉，还有一份水果，我觉得不错呀。食堂还和各个学院联动，尽量让学生错峰就餐。此外，如果就餐人数过多，学校还提供餐车送餐，以盒饭形式发放。武汉大学22个食堂已有19个食堂开门营业，9月15号之前，所有食堂将全部投入使用。大学生陆续返校，我省的中小学今天起也即将陆续开学。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恢复教学秩序，同时对教育教学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各地要落实好对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全面排查各类设备隐患。开学前要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开学后要严格日常管理，严格把好校门，严格活动管控，强化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组建应对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工作队伍。昨天，吉林省科技活动周在长春启动，今年的主题是科技战役创新强国。本届科技活动周集中展示了吉林省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成就和最新科技战役成果。主会场分为4个展区，分别为吉林省科技战役成果展区、吉林省科技创新十大工程重大成果展区、吉林省科技创新助力脱贫攻坚重要成果展区和特色科普展区。我们想通过这次科技活动周，使普通百姓了解到我们科技战役的一些成果，我们如何防疫，如何保护我们自身的健康，还有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科技成果对我们脱贫攻坚，对我们百姓脱贫致富有哪些帮助。在省科技馆分会场，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药学会将组织有关专家走进扶贫村，开展义诊、用药咨询、科普讲座活动，发放药品科普宣传材料，提升群众药品安全意识。我们此次活动的意义呢，就是让老百姓认识食品和药品的功能，怎么区分它，对他们平时保健也好、用药也好提供帮助。昨天全省科技周活动在全省同步启动，吉林市在北山广场展出了51项科技成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在四平市电子商务及现代化服务产业园，100多块彩色展板图文并茂地向群众展示了抗疫知识、生活常识、科技重养、安全健康、防震减灾等方面的科普知识。通过科普宣传、亲身体验等方式，让广大群众在认识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了解科学。
此外，本次科技活动周期间，我省还将举办2020年吉林省优秀科普作品选、全省科普讲解大赛、科普大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年年都参加，他特别喜欢。像这些用直观的这个仪器，他看之后，他特别喜欢物理，对科学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然后能更早的爱好科学。对于他以后这个人生选项还有学习，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昨天下午，红旗 H9 上市发布会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快手、抖音等多平台同步直播。红旗 H9 是由新红旗团队运用全球资源，集成最新前瞻技术，全新打造的 C 加级豪华轿车。今年1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全球首秀之后，引起了消费者的热切关注。今年以来，在国内汽车市场整体下滑的情况下，红旗品牌实现了逆势增长。7月份销量突破17500辆，同比增长99%。1至7月累计销量突破87500辆，同比增长108%。红旗 H9 上市后，将成为红旗品牌销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历时10天的第19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天落幕，期间共达成经贸合作项目29项，签约金额44.63亿元，现场交易额4.55亿元。本届农博会共有1800多家省内外名优特色农产品企业参展，展示展销农产品及食品10000种，上千种农机产品和农村新型能源环保设备也集中进行了展示。本届农博会还搭建了8个云上直播间，利用网络营销模式推动农产品线上交易。据初步统计，直播带货交易额达169万元。本次农博会闭幕后，长春农博园将休整3天，从8月27号起，室外展区继续向社会开放。随着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顺利过境，长江水位开始逐渐回落。22号下午3点，重庆海事部门正式解除禁航令，长江重庆段全线恢复正常通航。23点钟解禁了，你们船舶要注意安全，有序开航，服从海事部门的指挥。据了解，8月18号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重庆段迎来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重庆海事部门随即对长江干线界石盘到观音滩水域全长336公里的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船舶航行。随着洪水陆续过境，水位逐渐回落。22号下午3点，重庆海事部门解除了禁航令，长江重庆段也全面恢复了正常通航。停靠在涪陵乌江河口的数十艘船舶拉响汽笛，依次起航。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开航前应及时收集相关水位气象信息，服从海事部门现场指挥，有序开航。航行中加强联系和瞭望，谨慎操作，防止杂草流木打损车舵。通过急流险滩前，要充分估计本船过滩能力，切勿盲目过滩，确保航行安全。四川乐山在此前的洪水中受灾严重，昨天乐山市再次迎来降雨，为此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全力做好救灾物资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险情。记者在乐山市救灾物资储备库看到，这里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将成箱的物资装车，准备运往受灾地区。200张折叠床、200床棉被、50顶帐篷是发往我们的受灾地区前围县清溪镇的救灾物资，是保障我们的清溪镇的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安置需要。乐山市在本次洪水中受灾较重，救灾物资的需求量很大。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中心在做好前期20000件库存发放的同时，迅速调运采购新物资，目前已累计调拨发放帐篷、棉被、折叠床等各类救灾物资60000余件，为42个安置点、20000余名转移安置群众做好了基本生活类物资保障。目前为应对新一轮降雨而做的物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前几天已经在展开工作，采了2000件一次性雨衣、2000件救生衣，以保证我们新一轮强降雨的需求。本周吉林省也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各地区和各部门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根据目前的气象资料综合分析，预计未来一周呢，主要是23到29号，全省平均气温是21度左右，比常年同期20度是稍高的一个状态，全省平均降水量呢就是45到50毫米吧，比历年同期这个25毫米还是偏多的。在气象台记者了解到啊，我们北方地区啊，受这个冷高压的控制呢，往往盛行下沉干燥的冷空气，当它与大气中的这个暖湿气相遇的时候呢，往往会形成一场像样的秋雨，雨后的这个温度将明显下降，所以故有一场秋雨一场寒之说。在我省中南部地区，主要在四平东南、长春南、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西部一带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后期呢，主要是27、28号受这个南方北上的台风都有影响吧。在我省中南部地方还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还是有这个小到中雨。整个来看呢，就是这个未来一周呢，雨日还是比较多的。未来一周雨水不断，水库蓄水，农田解渴，但是提醒大伙儿出门雨具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提醒广大的驾驶员路上行车注意交通安全。现在正值暑期，又是旅游的旺季，各景区迎来不少游客，不过在游玩过程中，一些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8月20号，在西安开通巷附近，有市民拍摄到一名男子在攀爬古城墙。男子徒手爬到城墙中段时，因脚下石块松动脱落摔了下来。据拍摄者郝先生称，男子攀爬古城墙是为了拍照。这个拍照留念的应该是，爬城墙的行为肯定不好，但那个墙体基本都松了，都碎了那种。有网友评论称，老城墙也是古董，要赔的，这损坏的墙皮记得赔一下。目前该问题已经反馈给了西安城墙管理方，工作人员称会有专人回复。有爬城墙的，还有爬雕塑的。近日，甘肃兰州黄河风情县大景区内，一名男子爬上了唐僧雕塑，坐在白龙马脖子上拍照。游客出声制止，该男子还表示拍完就下来。那你觉得感受好得很是吧？啊？你觉得文明不？这个师傅，你马上下来好不好？你等下拍完了再稍等一下。拍完了还下来？谁拍的呢？在游客的灵魂追问下，该男子支支吾吾，仓皇逃离了现场。有人擅自爬古城墙和雕塑，还有人破坏自然景观。8月21号，有游客拍到陕西靖边龙州丹霞地貌自然景观区波浪谷被人为破坏的情况，到此一游比比皆是。而有一处最新的落款就在拍摄当天。你看这两个，2020年8月21号才在这刻的，我不知道你们俩能不能长久。这处刻痕深入骨髓，游客吐槽道，如此秀恩爱真的能长久吗？据悉，靖边波浪谷有着与美国波浪谷媲美的红砂岩峡谷，但景区尚未被开发，为防止人为损坏，主要景致已被铁丝网围起来进行保护。丹霞地貌自然景观区被人为破坏，情侣将名字刻在岩石上长达1.5米，刻痕可谓深入骨髓。目前景区管理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传唤当事人进行约谈。其实制止不文明行为，单靠执法者的力量是显然不够的，维护一个文明和谐的秩序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及时劝阻不文明行为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对待不文明行为敢于亮剑，同时对于制止不文明行为也要给予激励和保障，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制度合力，产生正向激励，让文明成为时代最美的风景。婚礼对于一对新人来说呢，一定是生命当中重要又幸福的一天。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婚礼应该是一副热闹和谐的场景，但是最近舒兰的一个婚礼却遭到了网友们的一片声讨，咱们一起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民看到这样的画面，或许以为这是一场街头群殴，但其实这是舒兰的一处婚礼现场。新郎遭遇婚闹，被一群人拿着扫帚追着打了很长一段距离。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引发网友一片声讨。很多网友认为这样的婚闹形式不仅危险，还很低俗。婚礼上大家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说说笑笑的就过去了，然后何必就是这种打打闹闹是不对的。现在年轻人玩归玩，闹归闹，但是这种方式有点不雅观吧，属于是让别人看着会感觉不好。比如说结个婚，大家在一块聚一聚，闹一闹，但不要闹太特别过火就可以，拿东西打了就有点过分了。低俗婚闹现象在国内各地并非个例，方式也五花八门。有的新娘被恶意按头却不好发作，但也有暴脾气的，反手就是一巴掌。婚礼是喜庆的日子，闹的出现啊，是为了活跃气氛，增添欢乐。闹应有度，也应有底线。过度的、不合适的闹，只会让婚礼变味儿、扫兴，最终演变为尴尬与恶俗。今年五月，民政部印发指导意见，将在试点地区对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进行整治，推进社会风气好转。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在贵州有这么一对奇葩夫妻，不仅在交警检查时交换座位，更是干扰执法，大闹现场，最终夫妻二人均被处罚。近日，贵州晴隆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了一辆三轮车停在路边，便上前查看，车上两人竟当着民警的面交换起座位来。上面那是我干下来的。写好，写好，写好好。民警多次要求夫妻两人交出车钥匙，然而妇女却很蛮横，竟然将一名民警手指弄出血。为了逃避责任，她干脆放声大哭。她的丈夫此时也借题发挥，大闹现场。当民警指出换座位的事实后，妇女顿时情绪激动起来，竟然用身体不停撞击民警。多次劝说无果后，民警采取了强制措施，将两人带到派出所配合调查。通过检测，男子杨某身体里每百毫升血液含198毫克酒精，涉嫌醉驾。夫妻两人阻碍民警执法的行为，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8天的处罚，而杨某还要因为醉驾面临处罚。酒驾除了置自己和他人于危险之中，还可能像以下两位驾驶员一样，借着酒劲儿耍起酒疯，到后来真是后悔莫及。近日，在江西新余市仙来大道，一辆摩托车走起了 S 型，后车司机想打个喇叭提醒一下，没想到这位摩托车驾驶员不开心了。这个驾驶员廖某就骑这个摩托车强行把这个小车逼停，而且扬言这个小车司机撞了他，然后随即打电话把他的朋友廖某辉叫过来。民警和铁骑队赶到了现场后，发现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光着膀子，语无伦次，站都站不稳，疑似酒驾。于是民警将其带回警队做进一步调查。可是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廖某的朋友见廖某被带走，竟然骑着摩托车追逐警车到红绿灯路口。经鉴定，廖某体内酒精含量为143.63毫克每百毫升，而廖某的朋友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185.9毫克每百毫升，均超过了醉驾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在扬州，一辆越野车开到扬州市区晋明区域行驶时，突然开始长按喇叭，接警后交警拦下了这辆越野车。面对执法，司机李某竟然紧锁门窗，拒不配合。再三警告无果后，民警找来铁锤准备强行破门，直到这时李某才打开车窗。民警发现车内弥漫着浓浓的酒气。喝的什么酒啊？我喝了两瓶啤，喝了一瓶多的个啤。一定是有吧？虽然李某一再辩解，但现场吹气结果显示，对方不仅涉嫌醉驾，并且数值惊人，达到了170，远超醉酒驾驶的标准。当民警用手机拍摄取证时，李某竟然要求把自己拍得美一点。有没有美颜？目前，李某因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暂扣驾驶证，警方将根据血检结果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1号针对未成年人戴口罩发布指导意见，建议凡是要求成人戴口罩的地方，12岁以上的青少年也应该戴口罩。这两家机构建议，在无法保证保持1米社交距离或身处新冠病毒传播高风险区域时，12岁以上青少年尤其应该戴口罩。指导意见说，6岁至11岁儿童应该在新冠病毒广泛传播的地方戴口罩，或在特殊环境中戴口罩，例如学校。世卫组织和儿基会不建议5岁以下儿童戴口罩，原因是他们无法自己正确摘戴口罩。5岁以下儿童如果戴口罩，应该由成人经常在身边监护，家长应该留意幼儿对戴口罩的感受或担忧。世卫组织和儿基会认为，无论属于哪个年龄段，只要孩子有发育障碍、身体残疾或其他可能影响戴口罩的健康状况，都不应该被强制戴口罩。指导意见说，儿童在运动或参加体育活动时不应该被要求戴口罩，原因是那样做可能影响呼吸。指导意见强调，应该注意保持与他人的距离，限制共同运动儿童的人数。目光转向美国，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确诊病例已超过566万，约占全球病例的1/4。当前，美国感染病例持续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加州洛杉矶县22号发布消息称，当地最近的1600多例单日新增病例中，超过60%在50岁以下，同时大约1/3的患者年龄在30至49岁之间。加州目前仍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确诊病例超过66万例，死亡病例超1.2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在疫情同样严重的佛罗里达州，一名6岁女童近日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为当地最年幼的死亡病例。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女童的感染路径。3月以来，佛罗里达州18岁以下感染者超过47000例，而超过7000例儿童病例是在过去2周确诊的。目前，佛罗里达州累计确诊病例约60万例，仅次于加州，死亡病例过万。近期，美国多地中小学以及大学聚集性疫情多发，美国疾控中心也在上周发布指引称，3月到7月，美国儿童新冠感染率持续上升。此外，近日缅因州一个婚礼发生的聚集性感染事件中，有一名感染者死亡。当地医疗机构已对与这次婚礼有关的366人进行病毒检测，目前确认至少53人感染。费城是美国的第5大城市。近日，费城市宣布将从9月8号开始允许在餐厅室内就餐。在餐厅经营者对此表示欢迎的同时，也有顾客担心疫情传播的风险。我身后就是费城市中心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餐厅，尽管目前疫情之下，所有的食客只能在室外就餐，但仍然是需要提前预定才能够有位子。目前餐厅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比如说每位食客都需要来进行测体温，而且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餐厅经理表示说，尽管在9月初之后餐厅允许室内接受25%的食客来进行就餐，但是同样对于疫情的防护还是有很多的担心。费城的餐厅自3月中旬开始就暂停营业，到6月中旬部分餐厅才被允许接纳顾客在室外就餐。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在室外摆放餐桌的餐馆来说，过去的几个月异常艰难。I can't wait. I'm seeing bodies and faces, happy and eating our food. We couldn't afford to close. We're such a small restaurant. We only survive because of the love of the community. 按照新的规定，费城市区内的餐厅从9月8号开始允许接纳25%的顾客在室内就餐，同时要严格遵守防疫要求。餐厅工作人员要戴口罩或进行面部防护，避免不同家庭聚餐。每张桌子只能坐4人以下。能开放室内就餐对餐厅来说是好消息，但不少顾客仍然对疫情防控的压力表示担忧。Right now I'm happy and content doing outdoor dining with people that I trust, but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hen you're indoors and you don't know everybody, you can't trust everybody. I'm just hopeful that if when we do go back to indoor dining, that from a sanitary standpoint, that people are still able to follow the guidelines and we don't forget that we're still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费城市政府卫生专员警告称，如果民众不严格遵守防护措施，允许在餐厅室内就餐后，很快就会出现疫情反弹。
根据费城市政府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2号，费城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近3.3万例，目前社区感染仍然存在高风险。即使学校公共卫生专家不断地在强调复课之后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很多学生依然对新冠肺炎防疫安全规定漠视。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校园聚会的视频被广泛地分享，而这些聚会往往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参与者也没有戴口罩，这也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担忧，此类聚会可能会变成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活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36个州报告了大学校园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一个女生联谊会已经确诊20多起病例。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开学仅一周，校园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从2.8%飙升至近13.6%。学生的行为也引起了高校周围社区的极大关注，附近居民担心这会让他们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一些学校已经采取行动，威胁要对不遵守规定的学生采取纪律处分。普渡大学已勒令36名学生停学，其中包括那些举办聚会的学生以及那些违反社交距离政策参加聚会的学生。杜克大学正在调查7起学生或学生群体的公然不当行为和持续不遵守新冠病毒防疫规定的案件，如果发现有责任，涉事学生可能面临一系列可能的制裁，包括纪律处分、停学或开除。美国劳工部日前发布，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重返100万之上，远超预期。失业率高企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因为失业导致失去了医疗保险，没有办法承担治疗新冠肺炎产生的巨额费用。即便是目前还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也依然为收到的账单而感到心惊。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珍妮特·门德斯在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康复出院。近日，他在纽约接受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珍妮特说，在他出院之前，家中就已经开始陆续收到医院的账单，目前收到的账单总额高达近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73万元。除去医疗保险支付的部分，他仍然需要支付75000多美元，约合人民币52万元。而这还不是全部，珍妮特说，医院的账单还没开完，像救护车费用、急救费用以及放射科、心脏科等等，这些都是分开计费的。预计他还要为此支付6000至16000美元。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y're going to cover all costs for COVID, anyway. But you got your bill. Yes, that's why it surprised me too. This is confusing. Yes, because I was watching the news in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like saying, oh, don't worry about it. If you contract COVID, we're paying all the bills for you, like the whole hospital bill. So why am I getting so much large amount for the hospital for this if I got COVID? It's not for something else.对于有医保的美国人来说，医疗费用尚且如此难以承担，那对于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来说，就更是天文数字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医保制度的缺陷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疫情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失去医疗保险，没有医保的人因为无力承担费用而选择不去检测、不去治疗，更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这也是美国迟迟不能控制住疫情的原因之一。今年以来，美国不仅面临着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持续不断的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活动，也面临着显著增加的枪击暴力事件。21号，纽约等地又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美国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21号发生至少2起枪击，造成2名无辜路人受伤。其中一起事件中，两伙持枪人员在事发地点进行火并，造成一名68岁的妇女被流弹击中受伤。另一起枪击事件则造成一名33岁的男性路人受伤。同一天，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也发生了枪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称，根据初步调查，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一场骚乱之后，枪击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今年死于涉枪案件的人数已达27004人。美国媒体报道说，按照目前的态势，
今年将成为自1999年以来美国枪支暴力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外，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全美枪支销售量激增 95%， 弹药销售量飙升 139%。 在枪械商店进行的枪支弹药交易达到1030万宗，创下纪录，并且有超过250万美国民众首次拥有枪支。伴随而来的则又是层出不穷的枪支暴力活动。恶性循环之下，今年发生在纽约、费城、芝加哥、洛杉矶、丹佛等城市的枪支暴力事件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呈现激增态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1号的报道说，纽约市枪击事件数量增加的幅度超过140%。美国多地爆发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22号，除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外，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等地也爆发了不同程度、不同诉求的抗议活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2号晚些时候，在芝加哥，部分抗议者举行活动，抗议警方暴力执法，要求削减对警察部门的经费预算。抗议者还指出，在当地校园，警察的存在不仅没有改善治安状况，还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I think that we've been trying to battle systemic racism for quite a long time. I've been here for 5 years, this is my fifth year, I should say. And the entire time I've been here, there have been, parts of the university that are really trying to do this kind of work to dismantle the structural racism and to also, defund the police. However, with all of the things like George Floyd happening over the summer, it's really just kind of amplified.此前一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多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警方的消息称，抗议活动对当地轻轨和公路交通造成影响。警方在冲突中对抗议者使用了胡椒喷雾。24号，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夏洛特召开。当前，美国多地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而与此同时，美国警察针对非洲裔等有色人种的暴力执法事件仍不断出现。近期，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就发生非洲裔民众遭遇警察粗暴对待，甚至遭枪击身亡事件。这段视频拍摄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地点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拉菲特。画面中的这名非洲裔男子名叫佩莱林，现年31岁。根据当地警方以及媒体的说法，当时佩莱林据称持有一把刀，警方一路跟随并对佩莱林使用了电击枪。最终，在佩莱林即将进入一家商店时，警方连开至少10枪将其击倒。在送往医院后，佩莱林伤重不治身亡。对于这起事件，有民权人士指出，事发时佩莱林是从警察面前走开，对警察并未造成生命威胁，他不该就这样被警察枪击致死。当地民众也呼吁官方对此事展开进一步透明公正的调查。近期的另一起事件发生在佐治亚州的洛根维尔，当时警方前往当地一所住宅处理一起纠纷事件，期间22岁的非洲裔女子史密斯上前与警方理论，在争执过程中，警察对并未持有武器的史密斯使用了电击枪，并将其逮捕。画面中可以看到，史密斯被电击枪击中，直接摔进了身旁的灌木丛。这段视频不久后被上传至社交媒体，再次引发争议和当地民众的愤怒。当地时间22号，美国波特兰市已经持续了大约3个月的反对警察暴力执法、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仍然在持续。波特兰市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示威现场的对峙情况也是时常剑拔弩张。在这背后，是当地的民众对于一直没有能够妥善解决的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的积怨。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已经是波特兰市第86天处于示威冲突当中。自5月底，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身亡后，美国全国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执法游行，波特兰市更是因抗议的持久和现场的激烈而引发全美关注。
随着波特兰示威的持续和升级，当地警方频繁将示威宣布成暴乱，这赋予警方使用闪光弹、催泪弹等驱散人群的武器的权利，但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一应对方式激化了现场矛盾。据波特兰市警方的公告，自五月底乔治·弗洛伊德身亡后，波特兰警方共宣布过18次暴乱事件，其中有9次发生在8月。警方越来越频繁地把抗议活动宣布为暴乱，当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升级。究其原因，是民众对警察暴力问题长久以来毫无改善的积怨，而一味宣布暴乱或使用催泪弹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媒体对波特兰警方办案历史进行调查总结发现，诉诸致命性暴力是波特兰警方惯用的执法方式。该调查显示，波特兰自2003年以来的40起与警察开枪相关的死亡事件中，27.5%发生在非裔人群身上，而这一群体在当地人口中的占比只有约7.5%。在至今为止的17年中，相关案件的65名涉案警官没有一人得到过严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惊喜、意外，那是美差，知道吗？给人当爹。平淡的幸福，棘手的问题。赵子琪、涂松岩领衔主演。张良，你给我出来！我们马上迎接皇上。追上！吉林卫视每晚7:30，敬请收看《男人的秘密》。长春大到暴雨转多云，21到17度。白城小雨转晴，24到17度。松原中雨转晴，22到18度。四平暴雨转多云，22到18度。辽源大到暴雨转小雨，21到18度。吉林大雨转雷阵雨，21到18度。通化中雨转大雨，24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23到19度。延吉小雨转小到中雨，25到20度。长白山中雨，22到18度。22号晚，在长春文庙广场，随着吉林省戏曲学院京剧团的一台经典折子戏演出《精彩夜吉林2020消夏演出季》线下演出部分圆满收官。当晚演出了《三岔口铡美案》两出京剧经典折子戏和霍小玉的经典唱段。两人的财神。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选派了多名优秀演员参与演出，张派、王派、裘派等不同派别同台献艺，武生、青衣、老旦等不同行当集中亮相，让观众过足了戏瘾。希望我们这种演技能够让咱们精彩夜吉林更加精彩。精彩夜吉林2020消夏演出季自8月3号启幕以来，已开展了20场线下演出、17场直播活动、8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展，并有500多种产品线上线下展售。截止到8月22号晚，现场观众累计9万余人次，线上观看达240万人次。演出季的最后一个板块云剧场还将通过网络放送9部舞台精品剧目。线上演出结束以后呢，我们正在谋划今年的全省送演出夏季城这个活动，一直到今年年底，我们全省80多个演出院团和演出团队要在全省各市州县实行全覆盖的演出2400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